这个背面的蓝天很好看，树也很好看，光线是从这边过来的。对着我笑一个，走过来，对，好，停停停停，好，这样子拍的话，人物和背景不太分离，所以我发现这里可以，我走一下啊，这样子走过来，我们就不要去拍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树叶了，这边可以留一点点，对吧？让人物就在这个空旷的背景里面。好，娟娟从后面跑一下啊，我先取景啊，取到这个景，然后让他跑到这儿来，开始，对对，开始，看我，